行，你行，你还真行，我都有点佩服你了。你做的这一切，每一件事都出乎我的意料。事后你还做的跟没事似的，你的目的是什么呀？你的目的就是要置我于死地而后快，对吗？但是每一次我都挺过来了，我历经磨难，我依然站在你的面前，看着我，看着我。自言自语的一段，是我们只听说过对牛弹琴，没有听过对驴弹琴。好，请这位选手对我们的 camera 弹琴，对我们的 camera 弹琴。好，准备5 4 3 2 1 action。行，你行，我真佩服你了。我知道你在搞什么，你的每一次行为举动都完全出乎我的意料。你知道，我知道你这样的目的是为什么，你是完全想把我置之于死地。但是你没想到，每一次我都挺过来了，每一次我都挺过来了。你听着，你知道吗？你在我眼里不是什么。